如何做同时比较？一，在表格里面任何一个地方点一下。二，插入。三，枢纽分析表。接下来，四，直接点确定。同期比较，我是要各月来做比较，所以我的 X 轴是月。这里面要是没有月，你就必须要分析重新整理，建议是全部重新整理，然后把月搬到列，就是我的 X 轴，然后值放的是利润，蓝放的是年，接下来做折线图，确定。